少女的感觉啊。因为我旁边是红色，好好看哦。哎，我不要双眼皮贴的，我算了。啊，你开了吗？我开了，好，我开了，忘记跟你说。这个都没有拿走。嗨，李维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大家猜猜我在谁的哪个少女的房间？好，你们也是不认识的。哎，这个拿不，这个上不来吗？它这样最上来了。哦，这样好像，我想要它长这样子。放不能等这样子，没有办法。那我放一个东西在这里。你今天是在哪？我今天在蹦蹦家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蹦蹦家吗？不知道谁是蹦蹦，你就知道。我今天在蹦蹦家，因为呢，他来，他最近在学做指甲，他说他要帮我做指甲。你们看，大家晚安。你应该不会是买这个甲片吧？你又搞什么东西？哦，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忘记我在说什么。哦，我刚才说什么哦？呀，你们看这是谁呀？今天换了一只狗狗。今天换了一只狗狗陪伴我直播。咕噜，这个是 Bruno 的好朋友 ，Bruno 的女朋友。你把教练车也装了，所以跑去蹦蹦去，并没有。哦，看甲片长怎么样？这个好，那这个可以不要这么亮吗？你可以调。哦，好酷。这是我自己涂的，然后你可以混色，你看你要怎么调。我总共有这些颜色，然后你可以，你看你想要什么颜色，我可以调，深紫啊什么。哦。露娜不露进了。我知道了。露走了。露你要走了，那给大家再多看几眼。你抓布布都没那么，当然了，别人家的狗最香了。噜，你看噜，它叫咕噜，它学我。咕噜，美甲盘骨我会啊，我选择超困难。很可爱的咕噜，好了，它想走了，它是小女生哦，它是布农的女朋友，未经同意的女朋友。啊，哎、欸，你的长这样子哦。这你们的指甲也长这样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哦。但我不知道你帮我选，我不知道要用什么颜色。小波波的心里，你不是要那个渐层吗？又不要了。那渐层可以贴爱心吗？蓝色爱心，粉红色爱心。很怪，渐层是气质，爱心是个性哎。你那个爱心是个性。那我要贴白色爱心。可是讲我白色配白色，那我给大家帮我调好了。你们看今天啊，超可爱，不要这个啊！你们看有那个独角兽哎、欸，还有笑脸。没有，我那时候是买给你这个，然后结果大家都很喜欢，所以我就帮大家贴。为什么大家喜欢？因为它有一些什么笑脸啊、雏菊啊。雏菊是 Daisy， 我看看你，嗯，我不知道要贴啊，再贴这个好了，这个很奇怪，这个羽绒啊什么点点，用什么好呢？好胖的，你少来，想把一个给我们背吗？做的不好看就说是你们挑的，还是你觉得我做蓝色啊？你们觉得我要做蓝色还是白色？那是跟人家说你想要做什么款式。没有，他们看，他们不懂。蓝色的话，你说渐层蓝色吗？我不要渐层蓝色，所以你现在又不要渐层。我可能就渐层或蓝色吧。蓝色吗？李维说蓝色哎，好，那我们做蓝色。蓝色哎，大家都选蓝色哎，不要，我要做渐层。哎，你真的很烦哎。蓝色比较好，我都选蓝色，好，那我们做蓝色。你不是说你想要夏天影的感觉？好啊，那我想要这个再配一点白色，蓝淡一点这样子。你说莫兰迪的蓝，配一点白色，对吧？然后呢？就好了，你用嘛，你用。不是啊，然后你要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帮我想嘛。多好。你可不可以去学美甲？然后你可以帮我做我的。左手我的右手哦，右手，因为我左手没有办法做右手。耶、yeah, ，我不知道今天会做到几点，就是看他的功夫了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也没有按度。对啊，那个不能看看。
所以你要好可爱哦，但是你要调色，可爱哦。所以你要什么？碰碰你正好在旁边，麻烦给我打下去这个熊孩，要我选用吐槽我们的选色。我做蓝色的，大家都选蓝色。我帮你查一下。有没有想我没有图，没有办法做出。做面前的要求这么多，白朋友 OS。Hello， 小树，晚上好。我意见第一名，还是不然做这个颜色啊？你们觉得这颜色怎么样？这个裸肤色，哇，好看的，好好，蓝色，哇，好漂亮哦。这个很好看的，这个啊，其实我觉得白色也很好看。可是你们看白色长这样哎，白色是不是好好看？白色比较百搭。旺旺真可怜，被狗狗这样炸压榨。对呀、啊。你们觉得这好看吗？啊，你们觉得蓝色好还是什么？这个你做得出来？哪个？你说这大理石纹哎、欸，你不是要夏天吗？这秋冬的。你现在这么厉害了、喔，我不会大理石啊，大理石很难、欸。哦，粉红这个呀，这个也好好看，这个也好看。算了，我帮你挑好了。我觉得我喜欢这种感觉吧。你喜欢气质的感觉？对呀，我风格改变了，怎么了 ？Hello， 志宏，要有自觉，不要多吭声呐。哪有？是他今天硬要手痒，硬要想帮我做的，好不好？哈？还是喜欢克莱因蓝，这个你调出来，这怎么调？就是这个颜色好像有点调不出来哈。我在上班辛苦了，我以为是我在班上。啊，你们帮我选一个颜色。Hello， 我要叫李维来帮我选，他是我们的不常客。今天怎么这个角度？因为我今天整，然后不要同个颜色，就两手不同颜色。不要，我觉得好奇怪啊！你帮我选了，好，你帮我选。我觉得我想要帮你做美甲，甜辣风啊。好了，那你就弄，给你弄你想要做的风格嘛。你如果有想要做风格，就好了。我去忙了，辛苦了。早安，家属。今天蹦蹦家。你帮我用啊，给你选。可是白色是不是挺好看的？因为我自己觉得白色很好搭。我不知道啦，你帮我选还是这个水深蓝色？我不知道，你选。每次我帮你选的，你说哈，可是不会不会，你等下选不会。车子现在练习到了哪了？现在练习到 S 型，还有倒车。哎，倒车上次跟你们说了吗？摇怎么样？那你给我，我要摇你的指甲。你给我一个，你给我一个风格。你要什么甜辣风、手绘风，还是你要气质风？我都好嘛，我就不知道，我没有做过，我又不常做。啊，你买甲片，你也会有自己喜欢的风格啊。我就买素色的，气质吧。我最近挑的都是你上次看到那种，你 bling bling 练，还没练倒车入库，练了 S 型。我以为你会喜欢这种，我觉得还好那种，因为你的穿搭就很适合、啊。你的穿搭就是黑色啊、灰色啊、白色啊。我觉得那种还好，因为我觉得那种比较多人在做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主要现在我觉得裸色就是要做五面，不然裸色做两面就是没什么感觉。你想要，你今天不是说你什么新的甲片来的还是什么？对，我要帮你贴甲片啊。你想要做什么新的看？因为如果我怕你弄白色的话，就是你做过你无聊。教练这么猛，让你一下就挑这个人看啊？会吗？他是先叫我前面。直行的后退，后来教我路边停车，然后再 S 型。还是我帮你做这个的蓝色版。今天在同学家，对呀、啊，好像也是可以。你不是想要爱心，然后你又想要建？对呀、啊、对，好像可以耶。那我先帮你贴甲片。我想一下，还是不做、欸。我还没有贴过甲片哦。哦，第一个，我是他的第一位客人，还是我是他第一位甲片客人？不过我不开这个灯会很奇怪吗？
你先选一个。为什么它变得也它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子。没有台灯。你要哪一个？那我要给大家帮我选。今天好准时，因为我今天准时开。他们你们会不会觉得长一样？你们觉得哪个爱心比较？这两个不是长一样吗？没有，颜色不一样啊。你要哪个颜色？哦，这两个蛮像的啊！你看你要哪一个？这个好了，这个我要这个，这个的。这样练很放心你的气，真的吗？没有吧？路边跟倒车后面才练。你要这个爱心的话，那就是做这一个的渐层了。看来我能走走台北路上，那是真的。还是你要这个的渐层，然后这个的爱心？为什么这么不能吃它？不能浅一点吗？可以啊，你要吗？好，我要。等一下，反正我先帮你。那你如果我做完我不喜欢，你会打我吗？会啊。就今天带你去做免费的美甲，然后带你弄免费的美甲。你跟我说不喜欢，你死定了。对啊，因为蹦蹦最近在美容室当小编，他今天带我去做的美甲，你没有发现吗？角蛋白。哦，朋友真早，好开心。我上辈子有欠他钱啦，我觉得。对啊，那为什么我没有蔓越莓汁啊？还是说你们叫绿茶？你再吵，你再吵要把你轰出去。有人叫绿茶，我有点口渴。你是绿茶？没有绿茶啦，只有可尔必斯。可尔必斯汽水。一起喝。你喝一口，我们两个一起喝。我想喝水。那我要可尔必斯汽水，谢谢。那再给我一杯水，谢谢。你看那个，你的水很脏，你都没有洗它。我都会洗水。教练肯让你挑战，代表你应该有在朋友家。对呀、啊，他今天要帮我做指甲。真的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是教练的顺序就是那样子，我觉得。我到目前为止还蛮安稳的啦，还蛮稳的。你看你做完那个美甲，你拿你这个手机壳就会很美，因为你的手机壳是蓝。有塞钱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教练吗？那你看不到我的。不做不好看，直接往内呼打。哎、欸，可是你这样子，我会很有压力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就是等于是，就是这么多人在看我做美甲。好好做，好好做。没关系，就是我不会，我会在你下播后才做完。哦，我今天就是等你做完才准备下播。我要跟大家分享完成品，然后就下播。不行，真的不行。真的、哦，你要做多久？真的不行。不是10点前要走吗？要不大家生气？不会、啊，上次他待到12点，不是他，我。哦，我中断了。你们看，这是他被我推坑的，这个我小时候很喜欢的。我有一只红色的，还有是蓝色的。开车不稳也蛮厉害，都4个轮子哎。有啦，我有差点撞到那个安全岛。我没有很至少我当年练有不小心倒车开上去。不是练 S 型，就是你要先这样子出去，然后你要再倒回来，然后你就要一直在那个 S 型里面这样倒退来回，就是一直倒退前进倒退前进倒退，还蛮地狱，就是很像地狱，就是很困难。你还是不要傻，我才刚开始练，你们不要一直唱衰我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做完我帮你贴完甲片，你没办法这样子。这样子开罐哦，你要用指腹开，隐形眼镜也要用指腹 ，OK， 然后不能咬。那我怎么洗头？这样子洗，就正常洗。你家没有，或是你家没有那种爪爪吗？那我要把你的爪爪弄一下。不行，那我要怎么用什么洗？安全岛不安全喽，什么都不必说。你开是安全的，不是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，就是我的 S 型是你开完前面，你就是你开到前面之后，你要再倒回来，
那你倒回来之后，你要再往前，就教练会一直叫你在那 S 型里面练习，不是说我一直开不过去，好吗？所以家训班上到哪里了？我看你是都没有在听我讲话哦，你很凶哎、欸。Hello， 我刚刚一直在讲这个话题，他问我练到哪里，是牵马的吧？哎，是这样，我就当你开火锅，才不是。这是什么？你不要把脚放到我的桌上。好嘛。他刚还拿剪刀放在我的电脑上面磨蹭，差点把它，差点打开。哎，我要挑，我要挑，我要看你的假皮假。那你有没有别的假形？假形？没有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你再修你想要的形啊。哦，哎，我看，我看。你不要，你不要去，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子摸，不要这样子摸。你这边是要贴的，你不要这样摸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嘛。这个叫最小的，这样。这样子。很可爱哟。然后我看，小妞妞可能这个吧，这个，或者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OK， 他其实我之前跟我堂哥盖行，然后我堂哥开上安全岛，旁边是蹦蹦，对吗？现在背了，果果应该会启动装下去。小心我吃你们，如果生气我就果果这样不行，到别人家不能，我才不会把他家用乱嘞。会啊，我不会。你刚刚直接把我的化妆直接全部搬出来。我没有，我搬出来就为了拿一个双眼皮贴。你放到里面 ，S 型压线几次？我其实没有压很多次哎、欸，大概五次以内。但我在那边练了快半个小时，快一个小时。因为你只要进去的话是顺的，你倒车就不太会压线。这个会太大吗？ Okay. 有一点嘞，看不懂。五次以内，嗯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很，因为昨天下雨嘛，然后我要开着车窗练，因为那个那边的车老老的，就是反正只要有下雨，我根本看不到后照镜。这个呢？这可以吗？还是这个？这个人太小吧？真的吗？会吗？因为我不想要压到我旁，我记得我上次会痛，好像是你知道甲片这样子压到旁边，这样子就会很痛。对，今天是蹦蹦夹。这样子这样会痛吗？现在用不会痛啊，只是就是我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，应该不会啊，就都好了。给你看哪个适合。然后呢，我就要开着窗户练习。我跟你说，大拇指没有半个适合，真的。你要把我这边的肉弄掉。哪里？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。真的吗？不用，就磨一磨就好了。反正就这样子捏。我不会用，你知道。Hello， 今夜晚安。你这个要怎么磨啊？你给我一下，我用，我用。我晚餐跟蹦蹦去吃销魂面，好开心啊！突然想吃大心了。要把这个肉往下推，你自己推我不敢推。那你没被有啊？我垫完之后，我整个人都湿湿的。好痛！车里面没有淹水了，我接住水了。我其实也不太会用，我就这样吧，大概。这样还有没有差别、啊？结束直线加速，没有，就是那个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
那今天熄火了几次？好了，又好。哎，我没有熄，我其实都不太熄火，哎，我不太会熄火。哦，我今天，那明天要练哪一项？明天练不知道，他不会先讲。手怪了。你想要做什么什么型的？你说你不要这种梯形的，那你要什么？梯形水滴哦，还是什么？我没有说我不要梯形，我说我不要梯形。那你要什么形状的？都好。没有办法，这个好像没有，但是就是没办法，是没有办法，这是最大的这个吗？嗯，啊，我不要剪那么短，我想让它尖尖的。我给你看，我给你看。一到五，对，我都上课。我当初考驾照那个，我碰到台风。还没有延期，太惨了。那怎么办？你就继续开吗？那你也是摇着车窗，然后倒车什么什么的吗？台风天太惨了。手给我。哦，真的打人了。但是你这样长度可以吗？你大拇哥也不能太长吧？那这个会不会跟其他的不一样长？没有，其他的也不可能这么长。这么长会很难做事情，而且你很粗鲁。我想要它至少在我的指甲的一半，大概。咕噜啊！哥哥，来假装。他不知道出门了。应该九点半才能。我觉得这里吧，这边吗？就跟我之前贴的甲片差不多长的。当初我考没有摇下车、哦、真的吗？你不会看不到吗？也是大早上台风天。你大拇哥就很丑没？这大拇哥没有半个指甲能够进去塞得进去。不是你的大拇哥怎么会长这样？有点畸形哎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以前太爱咬它。哎、啊，不然就这样吧，可以了。所以你要这个，还是你要用这个？你用这个粘，到时候还是要抹的跟那个一样。那就你 OK 的我。所以就这样哈，没关系啊，大拇哥。对啊 ，OK， 有甲片，有指甲在上面就好。对。我后来是光着脚，为什么光着脚？整搭的雨，对呀、啊，名副其实的雨战。真的好可爱哦！怎么我已经出门了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另外一只应该都一样吧？应该都是差不多啦。今年都还没有，没有啊！台风不是明后天要来吗？好可怕哦！能够，就是因为最近这样，最近一直下雨，不就是台风要来是吧？今年是有个台风要来。今天大雨特报，我不知道。今天好像有台风。这样子，好，知道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踩那个的时候，我也是昨天踩的时候我也是光着脚踩，因为我真的觉得离合器太难踩，我整个脚都在颤抖。这样子，好，可以。我只希望你回来，耶。其实给你做蛮放心，因为你就强迫症很严重。但是就是如果时间紧迫的话，我可能就没有强迫症了。离合器用大拇指挂着就好。大拇指挂着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挂着？而且你知道在考场里面，教练不会叫你踩到刹车，除了上坡的时候，因为。有其他学员有带我还场，就是他会先跟你说怎么那个，然后呢，没错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就是上坡的，其他时间你都踩不太到油。
以后上路应该很容易熄火。我想用光来去啊。手放在上面。其他哦，很酸吧？大拇指这样很酸。你不要去动。好 ，Hello， 黑杰克，晚上好。我现在不能动我的手了，我现在是个雕像。这是什么？软化剂，先软化你的甲面，然后它那个脏污等一下就可以推推推推开，然后到时候你粘甲片就比较紧。对啊，我长痘痘。你是不是上礼拜一是不是没来看？转化这么快哦？还好。对呀、啊，我在做指甲。乖乖乖乖，不要乱动了。对。哦，不是过两天要公演？对呀、啊。那指甲不就还要拆掉？不用啊，为什么要拆掉？公演不用拆指甲，公演不需要拆啊。公演要拆吗？如果要拆，我会打你哦。不用拆啦，这个拆很难拆哦。拍照才要拆啊。它不能拆掉哦。嗯，道路驾驶。它要磨的磨掉，你要选这招。吓死我了！不用拆啦。笑死。大家不用吗？打我的机会就是在这时候了。这是韩国的科比斯，乐天呐、啊！哦，真的哦、嗯。呀，脏鬼！这个脏才不是脏东西，这是脏东西啊！这是你甲面上的指甲吗？对啊，你指甲上面的那层。哦，冰箱，这个真的假的？这好好喝、哦。我的朋友是 K， 他很喜欢韩国的。东西，晚上好呀，芋头，可以上演打你的剧情吗？喝什么？我喝可尔必斯吗？他们会不会以为你在业配？并不会好吗？给你任何东西，你应该都没有办法把它弄得就是很棒。吃的，我还吃得津津有味，大家就觉得感觉很好吃，不是吗？你每次都想吃我的饭，还敢说？那你会去开吃 Costco 有啊？我喜欢喝 Costco 的那个蔓越莓，它是一箱的，然后是平常那个 Seven 有卖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 Seven 写是含那个，他说果汁量含有是，很好玩哦，不好玩，来给我。他说就是你知道那个蔓越莓在我知道我们家就是买 Costco 哦，他们卖的是20几%，但是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卖100%。但是是同一个牌子，喝起来应该差不多吧。你不要毕业公演的时候哭了吧？不要喝马尔济斯就。哎，你们知道我前阵子才去 Costco 逛，我很想要买，你知道有那个什么杏仁奶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可是好贵，我就买不了，买不下去。也还好啦，也没有到很贵，但是我已经买了两箱饮料了。可能100%是品名，不是公司。喂，我是都念 Costco 啦，是 Costco 还是 Costco？ 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念 Costco、欸。Costco， 我刚念什么我忘记了。Costco 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念什么都是，拢会通。他竟然有认识同学。我在蹦蹦街，好不习，没有啦，我只是很爱，很奇怪的感觉耶。你在割我肉的感觉，你就是割我肉。那你要叫你名字。你有一个死皮、啊。你们要剪指甲的吗？我不想帮你剪，好丑哦，你的大拇哥好丑哦，看不下去。我不是跟你说我要帮你做指甲，叫你不要咬吗？我没有啊，我都没有咬做大拇指。我刚跟你吃饭的时候，你才在咬。Hello， 果果不乱，只是善良。对吧？我只是善良而已，我的房间不乱。请你不要、就是。那你可以借我外套吗？你的房间真的冷到我快要冷到变成北极熊。我房间很冷。我跟你们说，蹦蹦是一个北极熊的人。
偶像被嫌弃，但我的大拇指，我的大拇指也被偶像嫌弃过，被鱼心偶像，他嫌弃我的指甲很像脚指甲。给你算宝宝。我不要厚厚的。你要？我真的冷，我穿帽 T 也 OK， 不然你给我那个毛毛帽 T。耶，好可爱呀、啊！那我穿回家。他里面刷毛。不用啊，不用。我喜欢帽 T 哦，我希望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着帽 T。有开冷气吗？我真的很怕冷，他冷气都开很低，哪有24度而已。他的房间真的很冷，我不管。可是你知道，其实我在有时候我在家，我没有开冷气，但是我的脚底板跟手就还是冰冰的。但是房间乱是因为果果太善良，所以顾着别人，这样可以。很热的话，我夏天出门我一定会穿罩衫，但最近就是我夏天出门我就还是会带一件外套跟罩衫，但我最近去那个家训班都没有带，家训班真的是热疯了，好可怕哦，就觉得很爽，好可怕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哎、欸，那你先试试看，你先用无名指。我觉得这三只最好做，我这三只的比较漂亮，大食指跟大拇指就很糟了。那个是痘痘没？对啊，我今天又是一个素颜的人，因为我今天来不及。这是什么？底胶。哦，你已经开始涂了，好可怕、哦！我先做一只试试。真的，车子都很可怕。而且加上我是手牌，真的没有冷气。可能有些自排车还有一些车子会有冷气，但我的就没有。如果考到驾照，你敢载我？你敢让我载吗？不敢。再讲一次、啊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是一起搭公车好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哎呦，不是你，就是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我真的就不会。谁说手牌没冷？家训班的车子没有冷气，在哪里啊？那边有一个插座、啊。哦，手有点残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好，放进去。那我的手变黑黑怎么办？这个。什么东西？我手变黑黑。为什么会变黑？那紫外线这样照。真的，你知道有些人去戴指甲，他们去做指甲，他们都会戴那个防晒手套吗？然后就露指甲。你做免费的，你做免费的。我是说你这样子自己这么常做，你手不会真的黑掉吗？你觉得我手黑吗？你觉得我的手黑啦？我的手黑吗？我的手白死了。我还在期待果果大哭。我有啊，我没有大哭吗？你说哪一个花絮？你怎么不问猪怎么？他要手牌啊！猪宝宝要 Hello 呆爸晚上好。我问国爸就好啦。好可怕、啊。他蛮惊讶，哈哈，是真的哦，他很惊讶吧？他有什么好惊讶的？我明明就跟他讲过。好的，可以说，那我可以摸他了吗？不行，不要摸，不准摸。我好凶啊！这样我的日常都被他们发现。我真的要不要过来？会不会等到？我是哪一只啊？这只吗？好可怕哟！加油！我觉得我的无名指真的很好看。啊，再有了这么丑，看一下我的无名指，丑巴巴的，丑巴巴啦！好可怕哟！天哪！有想要公布什么吗？有是能公布什么？啊，陈思雅，我爱你。哦，他是手牌哦，他应该已经忘光光了吧？他现在要不是开手牌，我觉得如果手牌你不开的话，你绝对会忘掉。哦，你先用好，我再感受一下。
哎，粘上去我就拔不下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、啊？我也觉得怪怪的。Hello。等一下，等。你用到我旁边的肉。啊，所以是甲片挑的太。太大片吗？是吗？甲片太大片吗？你用到旁边的肉了，所以刚好压到一点点，但我不知道是。那就是甲片太大片啊！啊，真的假的？你再用一次看看。你现在是这个贴我无名指？对啊。啊，好看。你放上去。等一下，你放这里试试。刚刚我旁边，现在这样还好啊？有吗？旁边有弄到肉吗？等一下，6。哦，哪一个比较大？七一样啊，六比较大哦。六比较大。所以今天竹笋要提早到11点开，是几点？1点吗？12点，11点半。猜几下几点？这个样子、哦。真的吗？你用吧，没关系。我可能刚刚你没有粘好。我也是靠手牌很多年没开，还是真的吗？我觉得我如果不开，我肯定忘记。亚洲晚安。这样子，嗯哼，可能是刚刚你的指甲弄到了。我刚要被你骗。可能没开手牌轿车，不愧是麻将精神。好，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它跑歪掉。啊，歪掉了？我是说夹子歪掉。没关系啊。要照多久啊？照灯哦，60秒，一样60秒。你干嘛这么紧张？我很怕、啊，因为这个如果它照灯了就干了，但如果歪掉的话，就是一个大工程。手牌连接车，果果班，你要去哪里？我 ONG， 我到底要怎么叫你？我上次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什么？你要里面进，你要进去一点。咦啊！我碰到了。没，它正常是10秒就会干了，但是要再照干。你知道贴甲片烫，再放的时候手指会烫烫的吗？我知道。你用过吗？有啊。我上次烫到我快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那现在是很烫。现在还好，就是会温温的。上次整卷子，大家又要去洗澡了。啊！你什么时候做过光疗的？就以前跟你说很丑的那时候，我指甲超短，然后我应该去给人家做的那时候。哎呦，好可爱！可以吗？可以耶。你自己弄弄看。你有粘到吗？等会儿我帮你擦一下。好奇怪的感觉。有粘到哪里？有啊，有粘到啊。好了，有粘到，有粘。你给他们看。我的第一只完成了，他们应该看不出来。没有，第一只粘甲片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就粘了。好，那放下来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？还在欣赏它一下，感觉就是有指甲的感觉。这就是有指甲的感觉呀。端正的也是可爱，谢谢大家。果果学到怎么酱油新课程吗？你做的。教训爸妈，我现在在学 S 型，刚刚跟大家讲过，我们在学 S 型。抱歉，我是一个热血歌手。嗯，最后还有两个。抱歉，我 party 也不是黑手手。倒车入库学了吗？还没。我也可以做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也许跟小胖认识啊。果果有紧张吗？哪一次表演不紧张？连接车入库，先不用，谢谢。一点也不想学连接车，很难的感觉。路边停车学了啊！我们刚刚不是才在聊这个？请问你刚刚人在这吗？我们刚刚不是说，我们刚刚说什么？我们刚刚。对啊，我刚刚不是说我学了直行跟倒车，然后路边停车跟 S 型，还是你问的？
欠揍。我刚刚在洗澡哦，大家都去洗澡，到底是怎样？不要再摸眼，没有没有在摸眼睛，我在摸我的睫毛。我今天去做的我的睫毛，我只听到 S 型。没有，我真的是在摸我的睫毛，因为我今天做完睫毛，我觉得很漂亮，我就想要一直摸它。来吧，这是新增贴图，那个字是什么啊？那边为什么有个字？我要去洗澡，越摸越习惯，就很喜欢摸自己的睫毛啊。我没有在摸眼睛，我在摸睫毛。我没有揉眼睛，果果直播真的很适合洗澡。听你的声音洗澡。不是很适合睡觉吗？好，放进去。抱歉，我不是饶舌歌手，不能给你爱的担保，还有热狗，不常 party 也不太爱 social， 但我记得其实弹的还算不错。但来帮你退出席，对，请退出。我好想离开。为什么你不在？是哪首歌？你们的主题曲？哎，我们的主题曲是哪一首？如果想，我们想一下我的主题曲。你的主题曲。我们两个人主题曲。我们两个主题曲。我们主题曲，我们好像没有主题曲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在一唱一首歌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三二一一起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想不到任何歌。我也想到一首，但忘记怎么唱。哎，你知道我上次照灯的时候，他好像有叫我这样照，就是大拇指好像没关系的。好么，闪亮的星。不是啊，那你一起唱一首 TPU 一首歌。我们一定一样。好，一六七八，来一场TP Battle。好好好。哎，可是你知道我最喜欢？这是我们的 TP 主题曲。可是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哪一首？是那个。哎，不小心摸到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首歌有我吗？有你，我觉得那首歌很洗脑。哦。那首歌我才听一次，我就会唱。我姐也选这首歌，她说因为这首歌有我。对啊。那一首歌就是，对啊，我看很多次欸，因为 MV 有你啊。我觉得我们的主题曲应该是那首，不是主题曲啊，就是我们最常放的是那首歌，应该是。这首歌怎么唱啊？小海滩。这是什么？不是这个，不是小海滩。二本小海滩，把当年在家里。对啊对啊，不觉得有一点吗？我每次跟你见面都会放这首歌。就是我们俩都会听这首歌，可是如果要我讲张庭芳的主题曲，我应该讲得出来。因为你们两个就是顽童。对。小胖是否坐也喜车都不坐果果车？也喜好像大力推荐，因为喜欢你。对，哎，你有看吗？你有看吧？什么？我们的 Daisy 曲啊。我习惯听祖祖直播入睡，那你肯定是个狠角色。哎，你帮我猜是我妈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啦，我是不是在忙？那你给我你的手机嘛。我的手机。你整个给我嘛。什么？零什么密码？2075。你就不能看庭芳颜色简单一点？你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你有改我妈咪的名字吗？啊？哎呀 ！Oh my breath。也他有看啦，我的每一首歌他都有看，我们的每一首歌他都有看。哎，你有看吗？你有看喜欢你吗？喜欢你的 MV 啊？你是说那个新的那个吗？是因为喜欢你没什么道理。啊，对啊，有啊有啊。我还有帮你截图哎，你出现的每一个。
子这边是亲友团的部分，确实可以听祖祖怎么入睡，确实是个很是个很角色啊。趴趴，好可爱。哎，我想吃口松，我们去吃口松好不好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说改天嘛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跟你讲，你删掉、嗯，但没什么东西。好，你有觉得不舒服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放进去，放进去。但我很紧张耶，好难哦。因为不用代办，有个呱呱路径，有啦有啦有啦，真的有。什么意思、啊？他都不用带了，就是可能他找到人了，或者是、应该是那个人有趣，那个人有趣，或者是他在骗人。我也喜欢在迷宫追的那一段，你们最喜欢哪一段呢、啊？讲老师的。哎、欸，你这样是一套耶。那、哦、真的要穿走。你妈回了。好的，帮你买。你这样买。Sorry 呀、哦。手指还在。没有啊，就这样就粘了，没关系。但是水跑进去怎么办？不会跑进去啦，只是它的胶没有分布均匀而已。有黏就好了。好吧，这没有办法弄掉，这梦那要磨，又是一个大工程。不要磨。可以啦，你颜色涂起来就看不到了。果果身高8000那一段。那天我在给那个蹦蹦看我们的跳舞，蹦蹦就说你真的很好好喝。收起来。你要这样子比较好用还是这样子？这样子。等我一下哦。我出镜了。我方便给蹦蹦。哎、欸、你。哦，是要这样推下去的、哦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话太多了。怡真在果果就有伴，现在 P 组我也有伴啊，熊美的陪伴。喜欢果果的腿，这个不是用完之后才要夹的东西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如果不夹住的话，我会弹起来，就会对。那这样怎么那个？那对，我这样，这样子，哼，这样子用会不会比较好用？不会，因为正常是会有一个小机器，然后让你可以拿着帮我照灯，但是我没有。哦，就这样子照了。对。他很认真在帮我用。果果的高就是腿，胸部以下都是腿，哪有啊？其实我熊妹休息，你又没有办了啊？是几月开始暂停啊？蹦蹦也很高吗？你算高吗？我觉得我算高。你跟他一样高吗？你到底吗？我没有，我166哎。啊，你166？对呀、啊，你跟张庭芳差不多。你不觉得你跟我讲话比较不累吗？啊、哦，好像有哎，因为张庭芳也算高的。觉得太矮的没有办法。我也得算。我喜欢，其实你帮我上这个我就很开心了。哦，你说透明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样好像有点光泽，就很好看了已经。哎，这样也可以。你等我一下，等。来，这样去。哎，你再叫我。等下你把那个拿走。果果的才166。啊，是9月哦。你过来。那你们知道他？
啊，对不起。你不要乱动啊！你打给他干嘛啦？你跟他讲你在直播啦。哦。那我要什么密码？忘记了。207哦。能气耶。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确定？我们非常的诡异，我们超诡异的。这个光真的是连照一照就变黑了。为什么我们的照片还是800年前的照片？因为我们三个没有什么。哦，对。等一下。那是什么？再好，你再讲。知道他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要给他感应到，你就这样子，没有你就这样子。哦，对哈。OK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因为他感应不到，他就会按掉。我回来了吗？你怎么会对蹦蹦的166这么惊讶？因为我从来都不在乎他们有多高。因为你永远都是最高。对，反正他们多高对我来说就是都差不多，都一样。可以吗？有。我可以，好痛。好，痛就好。会痛就好。会痛就好。过来。哎，这有一个毛哎。什么？你这是80啊。我说，那你们知道熊妹什么时候会回来吗？我们伸大拇指哦，我们才有一个，我听说一年，骗人，真的假的？这才放吧，一年。明年哦。有弄到肉吗？转。你有弄到肉吗？最讨厌这种爱问又不信。你要检讨吧，是你们要检讨，因为你们太常骗我了。听他说好像很快了，你是没考过吗？他要准备升学。不是啊，因为我以为他们就是上次忘记是谁，不是就是修考试而已嘛，就一个月一两个月这样子。这样，接着。现在感应到。小妹不像你，突然就考上大学。哎，我有暂停吗？那时候没有，我没暂停。你是说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？我的昵称也是骗人姑姑，真的才不是。不能直视这个灯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很好看欸，因为你等下眼镜移开的时候都会是一点一点。不会，我只有拍自拍后照镜的时候，后镜头开闪光灯拍照的时候，我看不到，我拍完照我就快要眼睛看不到。涵涵他们哦，对啊，学霸才能只修哦，这是学霸哦，学渣也可以啊，学渣甚至不用修。完蛋，怎样？它歪掉。还好了，不会。没关系，等一下修一修又变正。对啊，这真的好歪哦。没有，因为你等一下这样子，你等一下要修多少？你觉得你等一下要多长？但它这是挺歪的。你看这边，你看这样。算了，没差了。不要在那边放弃，小妹是笨蛋。你刚刚言下之意是说你是隐形学霸？我是说学渣、啊。又再一次霸凌了。我最近好喜欢去唐吉诃德买那个。这个真的不能重贴吗？没有，我等一下帮你，我等一下帮你。痛。它很痛。在这边痛。很痛。这边的。等我一下。也不会痛了，就是。压久了就会痛。下学期我会努力的。当年你说你考到大学时，可是把我们吓到。你们都那个，等到我说我的驾照过，你们就不要吓一跳。它摆掉了。
那也可以啊，没有，因为你大拇哥太短了，我刚这个胶涂太多了，怕拖到你的肉。哦。我们比较怀疑的是路考。你这样是要找什么？先这样子。Yes, summer.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翻过来就好了？为什么？因为翻过来我没有办法帮你捏着。那我照就好了。你要自己捏着吗？不是，我照它，你捏啊。我拿这个机器啊。哦，好笨哦。好笨的人哦。安东，果果当时考上可以列入。你不要一直动，他会没有。拿纸笔去换应该换的。你说换我的驾照。有吗？有啊，刚刚有啊，你看我们把它弄掉。它会一直跑掉，没关系，就这样放着。我要去拿几只。你这边不是有一只吗？我忘了，好像有看到一只。不过既然呛别人，笨当然啦、啊，我的朋友都是笨蛋嘞、欸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吧。欸、你在跟我闹啊！因为你的大拇哥推不进去啊，他真推不进去啊，他咋就肯定断掉？复习了韩文好大事，什么韩文？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哪家店的鸡腿什么？你要多长？你要多长？你不要剪太多，你就慢慢磨。我不然我来磨，你剪一点，我来磨。它碎掉了吗？那是别人的指甲，那别人的指甲。呀、yeah! ！你别说，还是我来磨啦。就是凶器吧？哎呀！复习啦，好像太长了。对啊，好像可以再。我觉得你应该就是比我这个在就跟我差不多。跟你差不多。哪有？哪有？我在修我的凶器。这样子，再修。好像是可以。你会不会修啊？你会不会修指甲？会啊。你这样修吗？会啊。你这样子会坏掉。嗯。好痛！指甲很痛，很痛。这肉很痛，好，你慢慢磨一下，好吗？肉很痛。不是不是，好，没关系，你磨，不吵。就是磨的时候会痛。看样子果果知道这是啥意思。会痛。不会，不，现在不会。凶器果果没有，我的指甲就是我的凶器啊！我的指甲现在超长的，认真吗？好像是会不会还太长了、啊？我是觉得有点太长，好像是哦，好像还好啊。你要踢的还是你要我的水滴的？好像你的好像也很好看的、欸。我给你看那个照片，我给你看我是看，现在怎么勾头发？我现在，你看我的凶器，还是我就讲我就不修了。那你有买那个那个吗？嗯，磨的机器。
磨的机器，就是一根圆圆的那个，嗯，有啊，啊，你也有那个？在那里啊。哦，这边等一下是不是要磨一下？哦、你这边翘起来嘞，应该。哪里翘起来了？你自己磨。你大拇哥真的太难了啦！你大拇哥真的是外面的也没办法贴吧？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。我觉得这很好看。嗯？嗯？怎么没有？它是均的吗？还是圆的？它是水滴的、啊，你看它大拇哥、哦、是水滴。我觉得水滴的感觉很，因为我觉得我看它，我觉得很修饰那个，这是水滴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我觉得你的手可能不适合水滴、嗯，因为你手比较。骨感一点，我不要，我要水滴，我要跟你一样。谁的直觉很准？我自己忘了你。锁骨的伤口还没。怀疑你一定要跟我讲那成语，怎么跳过？你看我。还没有，他还在这里。因为我忘了你。嗯，很好看呢。啊，这样子。你要这个长度吗？歪一个是怎样？什么歪一个？哦，因为我那边看不到。哪里歪？这边吗？哪里歪啊？我有点看不到哎。那这边有个角角。看不到，没关系，看不到就算了。感觉要一个礼拜了。什么感觉要一个礼拜了？哎，我刚刚都说，哦，你说这个、哦，不会来小小一个伤口，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。我今天的脸好近，好害羞。这个可能可以掉。哪里有角角？你帮我看一下，不然我怕会，因为等一下上色就不能修了。真的、哦？对，你就这边有角角，那我修修看吗？现在好像又看不到。你看你要剪还是要修？嗯。分开了以后，感觉我受伤，嘴里的思念，它还在想着我，一个人静静走走。找不到出口，在那时和你存在的世界里，我骗过我自己，以为我忘了你。他和情绪都让我不自主的伤心，所以我拒绝过继续，没办法。你确定日常生活肯定是有大问题？我也很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他这种粗鲁的人，我很怕他的真的指甲跟甲片一起翻起来。啊！嘘，你不要一直乱叫。他会这样子吗？谁知道？你再粗鲁一点啊！你是等，你说哪里？你是这样子的时候会痛，是这样子？没有，现在不会。现在不会吗？嗯，这只比较这只歪掉。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帮你。想到就很可怕，这修起来的痛。这会痛吗？一点点点。OK。所以你这只好了吗？嗯哼。截他骨骼崩图了，我找你们乱截图啊。对啊，这样我就可以。那下次还是不要给他玩甲片了，给专业的做。谁说的？蹦蹦就是专业的。谁说的？不，那个西恩。为什么这个专业的也是给你贴甲片？啊？没有啊，他就是想要做免费的。哪有啊？是你想要帮我做。你要确定你每个长度可以剪一样。因为我忘了你。我是叫果果，你不要乱讲。啊！会痛。不会很可怕。你有办法滑到手机？不知道，我们等一下试试看。
你确定我们会做到几点呢？我都会做很久啊，要慢做。As I remember how I started begin， 我还记得没有你的下雨天，没有。As I remember how I started begin， 我还记得没有你的下雨天。那你就没办法点外卖，怎么可能？你这样，你知道 Tik 被你剪指甲要痛苦，就是不会痛，但很可怕。知道 Tik 的感受。哇哦，哇哦！眼泪却错过了你，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走在一起？你可不可以剪跟就是指甲的一半这样子？啊？什么指甲的一半？就是这个长度应该没有超过我指甲的一半吧？如果这个甲片有超过我指甲的一半的话，很容易翻起来。你听懂吗？嗯，应该没有吧？那所以你不要那么长嘛？会不会我不知道啊？还是这样子就好啊？等一下，你有没有剪？我看一下我的，因为你的甲床本来就很长啊。对啊，可是我不想剪太短。还是帮你修水滴一点。更容易断。打断我的，好恶心的感觉哦，很像那种刮黑，那你指甲去刮黑板的感觉，有那啊好可，早点关让朋友好做事啊！我不一样，我要跟你们。好了，那我今天早点关，每天都这样讲，哪有啊？我也常常，他也常常当我的傲客，好不好？我什么时候当过你的傲客？我都会跟你分享我的衣服。这个好看，我喜欢这个。这样子吗？有自己原本的指甲，好难看哦，就是好难看那个长度跟那个。这时候就挺有直觉的。常常跟果果握的手，他这样子握着我的手，已经不知道握多久了。咋点？这样子吗？什么？这只是不是有点长啊？要不要短一点？这样子看的话是一样的。对啊，可是你这两只的指，你这两只指头不一样长，但他们的甲片为什么一样长？没有，我现在把它们放到一样的，放一个基准点哈。这样子有一样的基准点吗？哦，那好像一样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啦。OK， 那给我。I'm still the same， 都好像没有变。Ain't nothing changed， 还是讨厌下雨天，还是不认，脾气适应了点。这我都清楚，但我们有办法改变。你要看黄大千的吗？有啊。I just wanna live without you。哎呀，我有看那歌词。小胖以后要开店吗？为什么不念我这个名？小胖国际后援会。是那个。什么战士嘛？对，你看，连他都知道，还想蒙骗过关呢、啊。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，哦，别动了，好了，分手。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哎，很好看。好，那我帮你调歪歪的了。你要怎么调？就是没有，因为你看我。我想修一下它。好，因为想修水。你看我旁边也是，就是我剪这个，我也是要剪到两边，所以就是我这只就只要剪右边就好了。这个啊，我们这个很好吃。该不会要跨页？这边怎么可以修远？上面可以修远，还是没拆？不会了，我等一下大概十点多一点点关，十点差不多，然后给他好好做，不然我一直等来等去。他在场外啪啪啪。
最讨厌蝴蝶结那个站，说什么蝴蝶结？那个坏，那个坏战士，他不是都用蝴蝶结？哎，你为什么要做小？你为什么要做小？小编呢、啊？因为我想要做美容啊，因为我想要做跟我的科系有关。对啊，也不错啦，就是反正就是有美感的东西吧。我觉得你做小编好了，对、啊，做这个很多人都在做。嗯，而且，但是我觉得指甲也很看美感诶、欸。对啊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就是行销的东西。嗯，我之前就有上行销的那个科系啊，只是我后来没有去，就是折衣。叫什么？小胖不是才说怕你粗鲁？圆吗？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圆圆圆。这样比较圆吗？有。有吗？有啊。好，那我修了。修你们一他应该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了。蹦蹦要学好言行销部，欢迎你。什么好言？我们是好言呢、啊。好言、哦、我们的公司是十点。米老，今天真的会十点？我现在十点十点半过。要看我手机啊！我现在手机有点过烫。哎，我刚才跟你们说什么、啊？对不起，因为我今天。一直在偷看他剪指甲，剪不下去怎样？你整个人都在颤抖。十点看看不到，十点你只会看得到我右手的好而已。没有，可能只会看现在几点、啊？就只会看到，现在已经四十三，就四点。你只会看到我右手，就是里面磨好像。你要说没有了，我们要说公演的事情。就是跟你们闲聊呀，这感觉真的很像你的指甲在磨黑板的感觉。那我应该不知道，我知道吗？是韩寒、栗子、Annie、闪电是品韩吗？某某。对呀、啊，我要去这个。我等一下，你要说跟祖祖游泳团的游泳团是什么？哎，好像差不多哎。有吗？有比较好吧。嗯，好很多了。可以吗？你给我。我帮你把外面这边剪掉吧。啊！什么东西？我在想要怎么利用。你给我一下。我得用啊，没关系。你刚刚讲的全部都没有推，有烤肉团，有火锅团。那我当然只是要去烤肉团。我总是感觉又想把耳机拿下来。因为它那个凸凸的不在中间，就不知道怎么用。哎呀，那个胶粘到你的肉了，因为你的指甲太短。我的大拇指的，我的，因为这两只。食指，你的食指是不是在咬啊？嗯。你看你的另外三只这么棒。怎么办嘞？要磨掉。你看我是一套的，我是睡衣人，很可爱吗？有可爱吗？你看我是一套的，我今天在好少女，你的房间好少女，因为就是床单粉的，然后墙壁纸，可是我真的不喜欢的。我发现我其实蛮喜欢深蓝色的，你有发现吗？有啊。
今晚听些特别的 Sound is popular 飞轮歌巴拉的白。那你看这边会比较好修吗？这样子其实好像也不会很奇怪耶，不会很奇怪。没有，蹦蹦不怕，他蛮怕热，我很怕冷啊。他房间没有很冷，这房间这间房整齐多了，改天到我一样的就买的。果果跟这房间不冷，裤子膝盖很脏吗？我的房间比较偏，我的房间偏那个蓝色比较多吧，蓝色深色。蹦蹦，对呀。啊！谢谢那未来的抒情歌。想当个抒情歌，不是人人都可以的。大家今天陪我哎。IMB 悲伤中一跌倒。今晚再没有。谢谢可乐王的告白气球，告白可乐。反正就是他，哎呦！你这样这个这样会痛吗？现在已经不是会痛啊，就是很丑，就是。你是说这样子吗？你是说歪掉很丑还是？可是其实还好，因为这样看的话，哪一只都是歪的。那天我这样看的话，就都是歪。你那一只手这样子放。是歪的吗？是我手指长得不这样。啊，那是因为修的不一样。不是人人都可以的。你现在最喜欢哪一个？哪一只手指的？是两只，这两只的。谢谢呆发的夏日祭点赞，这么多一个，这个可以抽到什么？谢谢呆发，你看你看，哦，152个夏日祭点赞，谢谢呆发，比较傻眼也洗敢睡你的床，他们都敢睡我的床啊，他的床是他家最干净的地方。对不对？我的床真的很干净，虽然我的房间有一小许的凌乱，但是我的房间真的很干净，因为我每天睡觉前都会粘我的，我每天睡觉前都会粘我的，我就是我只要有事没事我就会粘我的床，然后我的就是我其实蛮没法接受，你看我今天穿坐在外面的裤子坐在你床上，为什么你可以？其实我也没办法，但是因为你说你要直播，哦，是这样子。我刚本来想说，不然你就一件裤子换掉。我想说，你没有讲，我就坐上来。我以为你没擦。那香香来你家，你也会就要换裤子？坐的哦，他们都坐你现在坐这个位置。没有，那他们都坐的，我们就直接坐了。那你都直接睡觉啊？因为我觉得你到时候再黏黏。好奇也许小芳芳小胖谁敢坐你车，那肯定是小芳，小芳没在怕的，有没有？对，肯定是小芳，我们两个一致认同是小芳，很有意见，很有见，这个才是真的水滴，这个是一般的，我的这个才是水滴，水滴就是那种。那你现在要怎么办？现在就是我看你给我看，这两只蛮像的啊，对啊，因为这只的甲片太比较大了，然后我刚可能旁边剪太多，或者太旁边太多磨掉了。你要说水滴吗？都好都好，我觉得这只我觉得都好看呢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长得差不多。你们四个自驾环岛，
你不要再刮我中指了，它已经很短了、欸、很短了吗？那这样很好看啊。嗯，你这只要怎么办？你这样会痛吗？其实目前不会啊，应该也不会，因为它没有粘很紧，就是压到我旁边。你看哦，如果我这样子压的话，它旁边那个白白的，就是会我早上起来会痛的地方。哪边？对、欸。哦，这边是不是？这是甲片太大，麻烦，那我磨掉好了。谢谢文姐，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磨掉？我的吗？因为我昨天才拿到这些东西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是哇，我是你第一个客人呢、欸！你是我第一个甲片客人。但是你知道，其实我之前做这个我都直接咬掉吗？我都直接这样抠起来、欸。不要，不要！你敢抠？你再抠我就不帮你磨。好，那你用抠的、啊，你用抠的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你帮我弄，你帮我弄。那你帮我翻译一下，我要怎么装这个东西？我要怎么把我的这个砖头放上去？他在跟你说他的功效哎、欸，啊我他没有在讲什么、啊，就 buy on off button， 你不用用什么，你问他怎么装上去吗？我帮你看。装上去啊，对啊。没有，他要帮我把这个磨掉，你只要把它装上去。那个。Press down the sleeve button， 要怎么放？嗯，哎、欸，那我觉得你的食指跟大拇哥不适合贴甲片哎、欸，因为你的指甲太短了。那怎么样？我就不要贴了、嗯。怎么办？就是你就算贴甲片，你也没有办法跟其他一样长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就是。好啊，我觉得这很好看啊。但是，不然你这个给我用这支的、啊，因为它，你懂吗？你把它放上去就好，你把它这样装进去。怎么装？你要用哪个现在？先用好就那个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装上去的？这样子就好了。啊？怎么开、啊？没有，还要插电，要插电。怎么放上去了？就这样就好了。哦，直接硬插的。我看看到还要学什么。不是，我现在这只我是怕你的，我是怕那个胶水有弄到肉，你也不舒服。我现在没感觉，但是我要明天早上起来，我才会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治。这样通常弄的这样会痛吗？还好。Hello， 我回来了，都被咬短的吧？我们做了这么久，要珍惜，珍惜放放，我很珍惜。你们为什么要一直咬指甲？就是我想问你的粉丝，你们会咬指甲吗？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咬指甲，就跟你紧张会咬嘴唇是一样的意思。我没有咬嘴唇，就是咬死皮，咬我也不会咬死皮，抠嘴皮我也不会抠嘴皮。紧张就是哇，好紧张哦，这样子啊。以前会，好了，我要戒掉了。那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？这是什么习惯动作吗？啊，怎么会养成这种习惯？好吃吗？对啊，我怎么养成这种习惯？好多、啊、好问题、欸。是因为好吃还是指甲的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你知道像我们有个成员，我现在不讲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紧张的时候会讲文。都会讲过他自己的，因为这边很香吗？对，他都会讲，他都会讲。他还是紧张的时候都会讲。想要把脸遮住，还是想要闻？太明显了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谁啊？现在抠指甲是种习惯，对啊。念念呐、啊。哦。哎，你们知道他有跟你们分享过吗？这样子吗？好像可以耶，那就懒得帮你磨了。然后你帮我磨一下。我要帮你磨，我就是等于说全部都要磨掉，然后包括重贴。你就贴一只手就好了嘛，你就贴这一只就好，重贴它。因为你两只都有弄到胶。因为它旁边真的歪掉。好了好了，嗯，谢谢。
那你要插电。好，那我帮你插。怎么样要插电？主要是我想要看。你不要把我的枕头拿起来啦。那你有抱枕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你们分享那个少女抱枕。你的少女抱枕？什么少女抱枕？这是人家的抱枕啊。哎、欸，你看他有大象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平常 IG 拍的时候，他也会对到特效。我之前跟他换脸，超可怕，半夜的时候。我要抱不要，不要，不是我等一下磨那个会有粉。哦，那我坐前面。我要被，哎、欸，你不要把我指甲磨没有，我好害怕。哎、欸，你确定这个？你确定你确定你要用？那我要把它全部剪掉了。啊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夹？哦，好好玩呢、哦。哎，那你干嘛刚刚不用这个剪？这感觉很顺哎。那个，因为用这个剪的话，很容易就一下就剪太多。好害怕、哦！他把我的指甲磨掉。你先慢慢用了，拜托你。我没有用过这个。我知道你不要磨到我的指甲哦。就感觉磨不下去。痛吗？不会，很害怕。你不要了。这位是 BTS 里面的，他叫什么？泰亨。嗯，金泰亨，对对对。以前国中的时候是很久以前，没有变啊。还是现在用别一支啊？还是你要用圆圆的那一支？沙轮机需要支援吗？都根，你没有剪到我真的指甲吧？你这样指甲就没有那么粗，就没有那么外面。他还认真帮我剪指甲，在旁边闹的。我现在是比较怕剪到你的肉。需要用到600号砂纸吗？不会，我会叫。对，我今天去同学家捣乱。要不然你给我摸摸看好。这真的磨得掉吗？它没有在飞呀、啊！你给我、啊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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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我，你看看，这好可怕哦！给我，可以这样用吗？不可以的，可以。这要干嘛啦？好用。很可怕，我的指甲。啊，是你自己要磨的耶。这不是这样用的吧？这是保护它下面的。不然你用这颗看看。你记得他们都用圆圆的东西吗？还是你要用那个大格子大的？你用大格的线。是的。对对对对。他有那种手术医生，好可怕哦。这种也放不进去。是干嘛的？这是磨指甲的，好可怕！哎、欸，你好可怕！你看看，哎、欸，有吗？你不要把我磨受伤了，拜托 ！Oh my god， 这个专业人士呢，今天第一天拿到他的工具，变成肉色。我知道了啦，我等一下用完之后，我放在 IG 给你们看。根本是在修钢铁。对啊，他在变薄，不然用这个看看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欸、不是啊，我记得他们不都会先这样磨吗？不要，那是你磨脚皮。没有这个，没有，我拿，哎，那不然你借我磨磨。
是拿来磨哪里？你哪里需要用到这个机？我这个是用这个卸的。你讲认真的？真的，因为我爸也是用这个卸掉他的指甲，我帮他做的时候。不用，我用这个就可以。你给我好了，我先帮你好，我帮你磨好，我帮你磨，我帮你磨。Oh my god！ 你好可怕啊、哦！星期天果果还有工作，不会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担心。我可能会做到白天。那个不会用到受伤啊，只是很可怕。听到这个牙齿酸酸是正常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你有听到牙齿酸酸吗？因为那个跟那个牙医的那个一样，那个果果在体验第一个的感受吗？很可怕，你家后面很丑。掉了吗？掉了吗？没有啊，就慢慢让它变薄这样子。变薄之后呢，就擦得掉了吗？没有啊，擦不掉啊，就要这样慢慢磨到整片没有、啊。我就跟你讲，这是大工程、哦。真的是大工程哎、欸。对啊。你不要再剪了，我把它磨掉就好。我觉得根本是修金术的事。我剪，我咬掉。不要。如果我的食指可以长到这么长，我今天觉得很棒了。不要因手指受伤。果果要变金刚狼了吗？快要了，快要了。你帮你爸爸贴甲片。没有贴甲片，是一般的光疗。光疗怎么卸啊？光疗不能直接卸，就是要磨的。我想睡觉。我也想睡觉，就很烦，你就硬要磨，然后你等一下还要磨一个大拇哥。我觉得那个大拇哥就不用磨，那大拇哥就长这样就好。你拿那个磨好，拿那个大只的。你的手要掉这么大！那就磨到原本的指甲了，那就是代表它掉了。没有，你刚磨太旁边，它这边应该还没有掉。好累哦，那我不要，那我们就这只就短短的吧。给我。这怎么用啦、啊、那个胶超厚的耶。你给我。你快点救我啦。我们不磨了啦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好了。我等一下就回家。其实我也可以现在，然后就直接再贴一个。甲片在上面，先不要。真的啊，因为你现在我已经帮你把就是胶粘到肉的地方都弄掉，都剪掉。现在这个甲片的长度就是你原本指甲的长度。好熟悉的眼神，藏在那第一个脸上看的，才没有，我的气质很温柔。摔什么？他刚刚自己掉下来，我帮你接住他。好累，为什么不能就是好好的就是涂颜色呢？好好的就是涂颜色，你给我了，我帮你磨啊。看看我们。
因为我忘了你。东西到底要怎么磨掉？我快要被磨到生气，而且它好烫哦。它就只能用磨的，因为热擦热啊，摩擦生热啊。啊，我不想用了，好可怕。所以我就跟你说，我就直接帮你贴上去嘛，因为我刚是因为粘那个肉粘到那个上面的，所以我才把它磨掉啊。啊，没有必要把那个甲片磨掉啊。为什么这样？我不是两层厚厚的？就是你看你这样，你现在看你这样子有很厚吗？就是还好了。对、啊，那我再抹一些，你给我那只大的，不就是那一只，另外一只大的。无奈的温馨。你的直播好无聊。你们今天真的，一整天在陪我搞我的这个指甲。哦，请你不要想再做，简单的，请你跟我说。我看不到我的指甲跟那个了。好了，这样其实差的差不多了。怎么开呀？我看不。这好好磨，这比较好用。对啊，你再磨薄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粘上去。你看，你可以磨一下这些肉，对不对？我不要糟碰的，我之前磨过，我之前母亲节的时候送我妈妈一台这个。啊，你可以就是看着这个磨嘛，不要看我的脸，我怕你指甲烂掉。不会啊，我自己用就是会痛的时候。就拿起来就好，但你用我就会害怕。好，粉丝应该看了瞎瞎瞎，他说狗狗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一定要碰碰？他叫蹦蹦。我只要定期帮他做指甲，他就不会咬了。因为、這個、你要想过你要帮我卸甲，因为这个咬有塑胶味，超难吃。你没有想过你要帮我卸50只吗？我不会帮你卸啊，就是等它长出来，等它长出来就剪掉。我的这个就是长出来，然后剪掉，然后磨一磨。它快掉了耶！好了，给我，好了就好了，等好了就好了，好了就好了，好了就好了。但是这佛像那个东西烫烫的，推荐每个美甲师都去试用用，都去拿用这个磨脚皮，这个碰到皮肤也不会痛，但那个我就很害怕碰到皮肤。嗯，有人吗？请问我是磨到我的指甲了吗？哦，没有，它还剩一层薄薄的东西，薄薄的东西。你看我要抠起来。欸、你这样子指甲会坏掉，没关系啦。不要啦，你给我，你不要再抠，你不要再抠。哎，你看，你不会看就好了的啦，不会坏掉了。而且跟你说，我的指甲就本来就很薄。哎、欸，我刚才很生气。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赶快先下播好了。大家今天陪我播是不是？要用指甲，我怕你们无聊。谢谢你们，今天陪我无聊了一天，对不起。有谁？现在还有谁？现在还有几个人？我看不到有几个人呢。那谢谢大家陪我无聊了一个晚。李维，你还在哦？
哪里无聊？你们不会无聊吗？你们不无聊的话，那你们就继续陪我吧。哎、欸，好像是你原本的指甲。对啊，我刚刚把它拔掉了，完全是。好。那这个你要磨吗？看你啊，我可以自己磨。你没有磨的话，我不是。你有把它没有办法，就是把它弄得贴一点吗？还是没有办法？没有办法哦，就这样。贴一点，贴一点也不会贴多少。因为我大拇指真的很粗，因为甲片是这样子、啊，然后你的大拇指就是很短很，所以它甲片一边往下就粘到肉了。哦，不是，而且主要是因为我的指甲不是它没有个弧度，指甲是平的，我没有办法。所以你那个这边这个弧度跟这边就会有一个三角形在这边。那就这样吧，反正你会涂那个上面，这边要抹一下吧，这边要抹平啊，这边。嗯，对。你要不要播歌？你还来唱歌？我在截回放。果冻在抓门吗？这边好难用，可以看到苦瓜惨叫。我骗过我自己，以为我忘了你。我忘记我在你家了。那个冷气是开的，没有，它会关掉，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关。什么冷气？家里冷气，你出门会关啊，开。我出门会关，但我没有出门就不会关。你在干嘛？帮你把肉跟胶分开。Oh, 很痛吗？泡梦家还有，当然还有啊。咕噜，那咕噜想我们啊。咕噜不能进来。好痛、哦。因为你觉得它很痛吗？刚刚有一点痛。其实胶没有粘到你的肉，嗯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好了啦。只是你这边有一个断层啊。没关系，你等一下，你用这个小小的磨嘛，我用它磨一下好吗？等一下再那个。现在替我求生，用这个好了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卸你的、啊？对啊，我也要卸掉啊。你干嘛？你无聊哦。没有，我这次本来就要卸，就我那时候没有卸掉。好的，好痛哦。这样可以吗？你自己哎，我要关播了。你自己觉得 OK 就 OK 啦。发票有没有人？那我们两个人都在磨。关播真假？对呀、啊。你这个磨不掉哎、欸，天哪！我觉得我大拇指应该撑不过几天。因为你大拇指太短，我觉得你大拇指可能不适合粘那个。你自己粘甲片的时候，是不是大拇指也是？嗯，就是蛮就很丑，就粘不好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你大拇指就是正常，为什么你的这边会变成出来？你又不会去咬到这边，你是会咬这边啊，这个这样啊咬开，不会啊，我觉得很扁，就是因为我会咬指甲吧，就是指甲很扁、啊。但你这一只就比较还好一点，这只很可怕，这只是就是完全是这样弯的，
什么意思？哪里？你的这只的那个、啊，你刚如果没有把它推开的话，它是完全弯的。哦，就那个圆，那个圆圆。对对 对, 對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因为那个，所以你的指甲才没有办法，就是。好吧，我念本好了。我们礼拜天公演见，谢谢你们今天陪两个小女生。今天是一个 girls night， 陪我在那边做指甲。啊，好痛！我怕你们无聊。我没中，没中的话就礼拜。那我们就只好下礼拜直播上见咯。那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蹦蹦之前做的。不要啦，这很丑、啊、这个很丑，还不给你看。好吧，还是你做这个，这是雾面的。那我想一下我要做什么，我再 我等一下做好了我再发给你们看。哎，那剪这么短了、哦、好像还好。是不利了吗？我先赶快念榜吧，谢谢你们今天陪无聊怪直播。无聊怪，我今天是无聊怪。今天的第、那你就这样子，等我一下。今天的我说今天的第十名是浩逸，谢谢浩逸。第九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八名是龙魂翔，哎，谢谢龙魂翔，哎。第七名是剑骨，谢谢剑骨。第六名是竹轮，谢谢竹轮，嗯嗯。第五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嗯，我刚刚对。第四名是黑杰克。谢谢，你要先请这个，然后跟你的脸颊这样打出掌声，完了，你就这样吗？对对对，谢谢黑杰克，这样，来打我啊打我。第三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我的右手现在罢工。第二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今天的第一名是呆爸，谢谢呆爸。我的右手现在目前是 bug。 Hello 志宏，我要下播了。今天是一个挺无聊的直播。今天是你们陪我，你们看我帮那个看我给我的好朋友做指甲的直播。赶上最后广播，谢谢大家。礼拜天见，如果礼拜天不能见的话，我们就线上见。如果线上也不能见的话，那我们就下礼拜直播见。礼拜天到不了，没关系，那我们下礼拜直播再见。晚安安，那我先说晚安。小吴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志豪晚安，志祥晚安，黑杰克晚安，德全晚安，陆克晚安，戴发晚安，吉米周晚安，竹轮晚安，黑杰克晚安，西兰晚安，柠檬晚安，欢迎战士晚安，李维晚安，小白兔晚安，黑流星晚安。欢迎战士晚安，练过了吗 ？Vivian 晚安，博成晚安，看来要之后才能，没关系，之后见。芋头晚安，博成晚安，金耀晚安，古早味晚安，下个月见。为什么大健先生，请解释，不然我就不管播了。我们下礼拜还有直播，为什么要下个月见？十月见。今天几号？25。大家，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。关播后的，这边可以吸一点吗？才看起来不会那么大一颗，好像也还好了。哦，都可以。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。哎，下礼拜是几号啊？下礼拜就尾巴了。什么意思？下礼拜几号？下礼拜几？你说下礼拜几？我不知道，我忘记我下礼拜直播开礼拜几。反正呢就是26272822，我的生日贴即将快要出来了，大家可以期待。对，我的生日贴是他帮我设计的，隔壁这位小可爱。
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。带他做美睫，帮他做美睫，还要帮他设计生日贴。没有，是我给你想法，你要帮我，不是这样想的，好像我。但你的想法也是，就是，要不要预告一下？还好我不要，不行，现在还不能预告。泡泡帮忙是因为他帮我弄稿，因为我不太会用电脑，然后他大学是学这种设计啊什么什么的。我觉得他跟我说要怎么弄，然后我就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是依照他的讲法一步一步。你上辈子大概欠我什么？对啊，肯定是这样子。下礼拜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帮我跟小胖晚安。哎，好了，晚安。这里再我这里修一点好了。下周对，没错，大家赶快期待一下。我还蛮喜欢这次的，真的吗？但这次的好像没有上次那么惊艳的感觉，对，因为这一次的偏好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好想讲，你们期待一下。一些小胖二妹，碰碰的圣诞体，不是啊。你今天放生，我下礼拜会有放生。你随便，我那有放生，你自己要去洗澡。哇，好酷！我要去洗澡，说我放生你。来人呐，把这个人抓去！哇，你直接闪掉！吓死我了，对不起。来人呐，把这个人抓走啊！先关播吧，好啦。这样子吗？不要真危险，好看。它是不是比其他短很多？好像还好，因为你大拇哥没办法，大拇哥正常都会比一般的还要短很多。那就好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看，这样已经很不短了。这样对我来自己来瞬间，你看我大拇哥也短很多。哦，真的，因为面积比较大。哦。好了，你先关播吧。后面是熊猫嘛，你都不说，在那边干指甲。我今天来找蹦蹦弄我的指甲。